我就是要甲你点一条歌。什么？哈密瓜？爱你呀、啊，爱你呀、啊。会晓唱无？我唔知这条，因为我就是迄天去唱到 KTV， 嘿，人去点的。安怎唱？你先唱一句。我就是袂晓啊。我知谢金燕，我爱你呀、啊，爱你呀、啊，爱你呀、啊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呀、啊。不是不是，啊，不然怎么唱？抒情的歌曲。哦，安尼我懂了。爱你呀、啊。爱你呀、啊！你敢要？你敢要唱吗？我等下看麦，上唱会都不知嘞。我唔知嘞，因为是男生起来点唱的啊。我是正听着你的哈。爱你呀、啊，够适合唱的。没有吗？独唱独唱的。哦。嘿，我是感觉你的歌声哈，你的磁性来唱这条哈，很好听，一定会很好听。我等下学一下啊。啊。起码我唔知影这是唱。所以你歌嘛唱啊好听吼，哎嘛是爱吼，配合伊个歌声了，不是每一个人唱歌拢好听。你唱歌嘛好听啊，我唱歌好听吗？对啊，真的吗？但是我拢无机会来表演。你爱动起来啊！来啦，无诶，林刚吼，机会哦，你发挥啊！林刚，我一定会叫阮导坏吼，找一间丽人啦，系啊，找一间丽人吼，吼，把你的磁性的歌声吼录起来呢。我嘛有啊，真的吗？系啊，我嘛做做唱片诶，你做做唱片，我无法啦。但是我听着吼，那不是吼，音乐太大声，就是歌声太细声，无得吼，控制到咧，没有刚刚好，对，弄了无好啦。我到目前为止啦，无一个我介意啦。好，你无听到我诶？林差心那个我才喜欢啦，他的那个吼。哦，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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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嘛足久无放歌管啊？歌声也刚刚好啦。对。哦，啊，那个音也刚刚好。刚刚好。啊，其实有的很好听，但是哦，就是音乐太大声，胜过他的声音。对对。啊，有的是音乐吼太小声。爱鼓舞啦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这边。安排个人的唱片哦，这个老师嘛嘛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，这个老师帮你录音的啊。你不是干那也要唱啊，放出就好了哦。对啊。那本来是最好听，但是放出吼，听讲哎呦，那变哪里？差侪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哦，所以有机会啦。哎呦，本来有一天啦吼，那是有一天还是？我再给你考验一下你啦，真正哦，听个歌声，这种确定的时阵啊，非常舒压，是不是？啊，美女，美女，我刚刚我听了很舒压。对不？很享受，对不对？啊？哦，伊嘛做了跳钢管的，啊，你拢在甲，你拢有在甲关注哦。有啦有啦。关注粉丝吼，每一个查某囝拢有用心在甲你关注。有。来啦，啊，我拢有在关注，你在趁钱啦。对。哦，真正足骨力的啦。谢谢。啊，你好啦吼。系啊。那我查某形象的。查某囡仔吼，骨力就真正吼是变受人疼。对对对。我阿无办到就真痛苦。来啦来，啊个，过来过来安排好听歌。安排爱无给。来，安排我来来，爱无给。
上班，流水年。